什么嘛，只是睡了个午觉，怎么醒？啊，好饿呀！吃吧，这边只有这么一袋存粮了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抓你，不过这里马上会很危险，你赶快离开吧。你不一起走吗？我还有些事要处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我来当你的保镖吧。毕竟刚刚是你给了我面包吃，不然的话我肯定饿死了。受人恩惠要回报，不是常识吗？谢谢，不过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这里面的危险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。我不是普通人，我可是核心城第79届地下拳击赛的冠军。击赛，发现异常生命体，执行清除。探枪，准备发射。铁骑，准备进攻。不好，躲到这边来。我会接下所有挑战，不用担心。我大叔都说了，我可是冠军啊，来得正好，就拿你们做下健身运动吧，输给我也很正常啦。即将引爆，怎么可能？居然光用拳脚就把这些致械给……哎，吃饱喝足了之后，果然很有精神呢。那么，下一个想试试的是谁呢？啊，感觉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！轻轻松松嘛。